假如化妆品会说话，天哪，怎么这么人物妖吧？穿个圈子，我算了。看到没？时隔半年，兰蔻又开始马不停蹄的卷到家门口了。今天这期视频啊，男生女生全都给我看过来。这次618呢，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女生的狂欢，同样也是男生的。那问题来了，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用，目不暇接的那些什么各种精华呀、各种水呀、乳，到底该怎么选、怎么用、怎么搭配？没关系，兰蔻家今年618的攻略我都给你们熬夜整理出来了啊！想要省钱的、省事儿的，你们今年完全不用多做功课。今天这期视频让你爽得哑口无言，直接进来 copy。 夏天马上来了啊，尤其是脸上爱出油的男生们，调节水油平衡得赶紧提上日程了。那极光水呢，就是让你们在大夏天清清爽爽的关键。那极光乳呢，就是让你的脸蛋嫩起来亮起来，特别是油皮和毁油皮啊，夏天想要细腻嫩滑，赶紧给我闭眼入。而且呢，你也可以自己再额外搭配一个这个发光眼霜，对付黑眼圈啊。它是这个，就是把你的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。这一套你要是送礼出去，一定会夸你有心。如果啊正常时间去买，你花一份钱只有这一套，但是这次618期间买一套正装，直接送你一套正装等量的小样，就相当于到手两套正装。而且发光眼霜它还会贴心的送你一个按摩棒，这么多怕是一年也用不完了。但是啊，如果你想送女朋友，那也完全没有问题，花一份钱两个人都能享受到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 No， 还没完。就这一套啊，刚好满足他们家店铺满1500的满额赠，可以多拿到15ml的素颜百台霜和7ml的极光精华。看懂了吧，今年618兰蔻主打的就是一个没完没了。那下面这一套不管你是送家人还是送女朋友，那也是相当合适。兰蔻精纯系列的面霜和眼霜都是让脸蛋不亮饱满的好东西，这个组合直接给你扛起抗时光大旗，在我这儿真的找不出什么缺点。干皮油皮敏皮直接闭眼冲。那618期间啊，如果你买一套这俩 CP， 兰蔻还自掏腰包直接给你一个正装量的精纯面霜、一个正装量的精纯水和一个正装量的护手霜。那如果啊你要是在店内再随便买一个百元价位的产品，就能满足他们家满2800的满额赠，会直接给你一个精纯蜡烛。看到了吗，这个护肤的仪式感一下子就上来了。那如果预算够的兄弟们啊，我刚刚说那两套都冲的话，就直接满足他们家4800的满额赠，再给你正装量的精纯防晒。不仅如此啊，在预售期间只要在店内随便买个500就能给你3ml 的精纯眼霜。那如果你还是会员的话，就会再给你3片小样。兰蔻它真的很实在，可以说是你买多少就送你多少。今天这份618攻略可以说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，你们赶紧下手，等着盆满钵满的快递到家吧。